论是升大学、找实习机会，定是找工作，同学可能都会遇到需要面试的情况。今集源于分享会同大家介绍一下面试要准备啲乜嘢，同埋有啲咩技巧。我哋就从可能最先会面对嘅升大学面试讲起。大学嘅学位竞争激烈，保送生嘅考试或者某啲学科可能会较为睇重学生嘅面试成绩。面试一般都有两种类型，有个人面试，由一位或者多位考官向考生提出问题。亦都有小组讨论的方式，由一位或者多位考官提出指定的话题，然后由多位考生一起讨论，而考官就会从旁观察。一般的面试时间都是15至30分钟左右，所以同学应该及早准备，在有限的时间以最佳状态来表现自己。首先呢，这个面试是相对来我们中国来讲嘛，咁首先你嘅普通话一定要 OK 啦，咁你面试嗰时唔可以有过分嘅紧张，自己都要做足准备，如何去了解呢一间学校，了解佢嘅历史啊，咩背景啊，跟住即系最好就做好自己嘅本分啦。本地嘅学生要留意，头先有讲到语言，究竟会系面试会用边种语言？好可能會是普通話好了，咁得了。我們澳門的學生一旦可能覺得普通話不是自己最強的一樣東西，他更加可能會落入另外一個陷阱，就是中英夾雜了，這件事是特別小心了。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面試，考生都應該事前準備好自我介紹的內容，可以分別準備1分鐘、3分鐘以及5分鐘的版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广大中学的学生，我叫杨伟博，去学会计，那是因为我对数学有兴趣，我喜欢数字跳动的感觉，我算出答案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好快，不知道为什么。学校的面试会着重考生的学习态度以及对学科的兴趣。你一定要有一個好的，有一個良好的一個學習的習慣，你就可以表現出到這種關於自學的態度。另外呢，就是對於你想考的科目，你有一種自己的一種看法，可以表現得到你的熱誠，這個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可以話到俾面試者知，你自己對這件事是有一個特別的，跟其他科目是不一樣的，可以講得出你自己的心得的，或者你自己的一些做这件事的时候的一些特别的感觉的话，或者特别的经历，那都是可以，很可以表达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除了跟课程相关的内容之外，同学应该培养每日看新闻的习惯，了解社会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果面试的时候问到相关的时事新闻内容，同学在应对上就更加可以得心应手了。可能會多啲關注下時事，同埋我會去查關於我嗰間學校嘅資料啊嗰啲，跟住會睇一睇我自己嗰一科嘅嗰啲資料啦。答問題嘅時候可能會遇到一啲即係好刁轉嘅問題，跟住唔識答咁樣，覺得即係嗰個壓力會好大咯嗰陣時。同时考官亦都会从同学的喜好、兴趣等方面去了解同学的个人特质。你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是什么？你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本书 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即对于你表示对你的学科、人生的规划，这个都我们从那里看得出不少的。还有一个就是刘生又提到可能会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最欣赏的历史人物或者人物是哪个？这样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可以见到你这个人会行，你的偶像期对于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行的路，你对那一科的热诚都可以讲得出很多，都可以从那里可以看得出很多的。合适的衣着和整齐的仪容能够令到考官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而中学生最好就是穿着整齐的校服去面试了。重要啊，因为是那些教授啊见你的第一印象，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啊。还有你的仪容发色那些都很重要，端庄，跟住起码别人看到你的样子是精神的、活力的这样。经常人都说去面试，一是就西装套装
咁提到有校服，我覺得如果係作為係中學生、保送生入大學嘅面試，我同意好多人所講嘅，包括高甲辦俾嘅同事俾嘅意見啦，校服係最得體嘅，因為時裝啦、套裝啦，點樣個套裝為止係啱咧？西裝點樣為止係啱咧？點樣去著法咧？都有好多嘅講究嘅，而且咧點樣著法都仲係有陣時因時而異嘅，比較難掌握，而且咧學生著起上嚟會唔會適合佢哋，亦都難講。儀容方面，一個是要俾人哋睇落去覺得舒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咧，亦都要自己覺得舒服。咁點樣嘅衫著得係保證自己係一定會舒服咧？國家學校對於校服嘅標準、點樣嘅指引、點樣著法，都係有所指引。面試嘅服裝應該以整齊、簡潔、利落為主。中學生可以著校服。而大学生找实习机会或者公司求职的时候，就应该穿着正式的西装套装，避免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和佩戴一些很夸张的饰物。而女士就可以化淡妆，令自己的样貌更加精神。我们的身体语言会反映我们的情绪，所以在面试的时候也都要注意不要有过多的小动作，例如是翘脚、交叉双手、好频密咁拨头发、个身又喐嚟喐去、揸到个拳头好实，或者不停搓手咁样。而讲嘢有好多嘅口头禅，或者每句说话结尾都加助语词，亦都唔系咁好。求职嘅面试同埋学习嘅面，即系嗰啲升学嘅面试，唔同嘅地方一齐。最主要个考官注重，即系着重点唔一样咯。我觉得系，如果系。學生的話咧，其實考官會有相當之多的一個靈活喺度嘅。佢唔係要揀一個學生，即係佢已經係幾叻幾叻嘅人，佢係要揀一個適合讀佢嗰個科嘅人，對佢讀佢嗰個科有熱誠嘅一個人。咁而呢個公司面試，可能佢會更加去著重嗰個學生已經有嘅一啲能力，佢已經具備某一啲嘅能力，究竟到唔到佢想要嘅要求咧？有一啲可能會好硬嘅喎，即係你話我個職業一定要識外語嘅，咁可能佢根本就唔會考慮唔識嘅。同學喺面試之前應該先了解你要應徵嘅呢一間公司或者機構嘅文化背景、組織架構，以及應徵嘅職位工作內容同要求。咁樣當考官問到相關問題嘅時候，就可以應對自如啦。同時亦都可以顯示出你對應徵呢一間公司同埋職位嘅誠意。公司的面试和学校不同，会比较着重考生的经验和技能，希望请到能够为公司立即作出贡献的人。除了要准备资料性的内容之外，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也都很重要的。尤其是欠缺工作经验的社会新鲜人，应该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热诚、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对工作的热诚。咁我哋第一次嘅時候，可能都會面對住好多嘅工作去求職啦。咁喺過程入邊，其實我哋未必對每一份工作都係了解嘅，個性質內容我哋都唔清楚。咁所以只能夠喺個過程入邊咧，盡量展現我哋誠懇嘅一面啦。咁譬如人哋喺度問你一啲相關嘅嘢嘅時候，你就誠實咁樣回答啦。知道嘅就講知道，唔知道嘅就講唔知道。其實我諗即係好多企業嘅一啲嘅老闆啦，佢哋都會比較中意一啲係。不會是去誇大自己啦，跟住亦都唔會話即係刻意去貶低自己啦，等等嘅一啲嘅嗰種心態咯。咁同埋要俾人一種比較認真嘅感覺咯，就唔好覺得話其實嚟嘅時候好兒戲嘅嗰種感覺，嘻嘻哈哈咁樣。咁我諗其實大家想揾嘅一啲員工咧，那個程度啦，或者那個性格特質方面，不會話真係爭好遠嘅。咁我哋對於工作嘅一啲基本要求，亦都係一啲嘅守時啦、責任心啦，或者係對工作嘅一個歸屬感啦。我覺得一個嚟求職嘅人，其實我想有一個感覺係佢有一個認真嘅態度。例如好似你翻學咁樣啦，你會知道要準時翻學嘅，要守時啦，要準時交功課啦，要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啦。在求職那裡我也想有一個相同的感覺，可以看到一個你求職的人會有一個這樣的責任感給到我。其實有時候一個後生，即是一個青年人，他說對於職業沒有什麼夢想，又或者沒有什麼想做，如果他說不出的話，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他沒有一種
自己想要的一種生活模式，佢係即係有一種希即係想要嘅。因為夢想很多時候都是話有一種狀態，你曾經感受過，你很想回到那種狀態，或者很想是那種情況，那你才會 對一件事會有一個期望的。應屆的畢業生去求職的話，我會建議揀職業和揀其他的東西有些不同。其他的東西你錯了，你可能你用金錢你就可以去再選擇，但職業這件事往往會是用了你一兩年的時間，甚至幾年的時間，你才會有一個機會去再做轉變，或者才可以找到對的。所以你一開始的時候你就要 做慎重的選擇咯。同學在求職前最好先定立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認清將來的路向和奮鬥目標，這樣在面試準備自我介紹或者回答問題的內容上就應該有了大致的方向。亦都可以同同學、家人、朋友或者老師模擬面試的情況多加練習，不過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而影響了臨場的發揮，盡量用輕鬆的心情充滿自信地發揮出自己最好的一面。